这大虫子也是个 AP 的呀。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 哎，好钩！兄弟们，你们少个人呢！可怕的一点一滴都是如此。全军出击！ 会原谅我的，希望如此。从受到赐福到遭人诅咒，这转变来得如此之快。 再来座坟墓如何？这大虫子前期我耗他血好像没什么用，我必须挖下去。我还不如多挖俩坟呢。岛屿会记住的。你要死了，嗯。 你还敢传？我给你个嘴巴子！一下呀，这个一怎么空的？ 一下框住平 A， 你要死了，行，没死掉，走呗，我要死了，哎，我怎么死了呢？不应该呀，可恶，我居然死了，转瞬即逝，免。 寻找着可以扎根的地方。我将操办你的仪式。我不会降罚于你。少了个墓，我会终结你。少了个坟头。先不推了啊。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我不清楚在这之外的是什么，但它肯定比这东西更好。给我咬！ 我抠你一下子，这波你不死啊，老弟，哎呀，等一下啊，一下，哎，一着了，可以。
上了小蓝脸汉给我咬他，我 AQ 接点烟，你换一来个皮孩吧，复活的休克，不亏，亏那倒是不亏，只不过吧，我们死了，不太合适。我的诅咒是我们唯一的希望。砰！完了，我那坟头刷新了。再来一座。来吧，我的老婆，给我吸他！你的残骸自有用处，我前来埋葬。你别打我呀！你们打小鬼儿啊，打小蓝林汉呢、啊？打我干什么玩意儿呢？吃他一层塔皮，我们走。溜溜溜溜溜！先回家啊，跟我回家。还带 BGM 的呢，当当了当当。哎，炮车！我必须挖下去。超脱之境在等待着你。我依你一下，框住锤走了，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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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吸他了，一会儿再吸他啊！我们有点要无敌了呀，兄弟们！这波我这要死了怎么办啊？对，先打小蓝脸汉。不行，不能死啊！不能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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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能死啊！这不能死。哎哎哎哎呀！荒锤平 A 走位平 A， 我将操办你的仪式。一下走位坟墓如何？吓人啊！我要带这些灵魂前往他们的终点。没了，无论终点死了在何方。彗星框锤吸血够着你了，上笨逼拯救之力，他将占有你。万一慌，好，这回能中。哎西，
头战斗，这回中了吧？最后补了致命点眼，抽一下上小蓝莲汉，哐，给你扁铲。他不敢上，为什么每把下路都是个笨逼呀？我看看怎么回事呢？起来呀，小蓝莲汉，咬他！咱先回家啊。星石穿甲，他带走。如果他们能见我所见，无敌了。这把跟上把的发育还真就不太一样。鲜肉很快就会落地，我必须挖下去。大虫子不回来，我可把你塔给你拆没了啊！一筐锤，我吸的。哎呀，这能没中吗？慌，行了，你没了。呀，你走什么位啊？走位还不错。这一技能是真是恶心人呐，真不好中啊。算了，这老婆没了吧，不要啊！能把这二塔拔了也挺好。万物都会衰败，记住我的名字，真有一日我会忘。你怎么的？挺狂啊，看有没有红啊，没有红。我哐锤翼致命点呀，给我咬的。岛屿会记住的。我感觉我这个E你可能是要没，感受他的拉扯吧，我要没，就把吃了。哎呀，真不好中啊，这E呀，这E确实挺难中的。我决定出个西地海。我们的E，假如说不好中，我们就让他的西地快一点。我们让他的吸地特别特别快就行了，能不能看准了再放？这玩意儿呢就是不好中，这个E技能，你没明白，你根本你就不懂，他这个E技能就是不好中。咱也不是没玩过那掘墓人，他就是不好中。
多么甜美的梦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醒来，你有新的任务。我认识的每个人都已经死了。你。我继续带了，再来座坟墓如何？死亡并不可畏。几个人？吸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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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收集者人真多呀，再出点啥呢？来个赛瑞尔狼怎么样？黑切塞瑞尔达加一个夜刃之风，被生命之泪别跑啊！这波没小鬼儿。哎呀，这掘墓人还得挖坟，真烦呢！你死了，我咬他！切！切！切！回来，回来！没回来，在这儿待太久的，向将死之人致意。你们先走，小蓝练汉，起立。这些脸庞里，有些是我非常熟悉的。他倒塌了。万物一样，你我的整体。啥意思啊？这帮助我！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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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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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给我吸的，我吸的，咬的，咬咬咬咬咬！把给人家挖了。咬他，小蓝脸汉！你的陵墓在等待。辛克斯不是要送火箭了吧？萦绕于你的不洁印记，我复活的希望。我们起飞了！哎呀！自己推吧，我就回家了。记得你。其实我觉得我应该在草丛里边蹲他一下。仪式之间的，我有四个坟，刚才我那有四个坟头，四个坟头一个亿他就死。来个夜刃之风。古人可以凝视坟墓很久很久。Enemies.
打个红去。哎，怎么有一个小蓝莲汉出来了呢？人可能是有点多，我们这边要狼的话不太好狼啊。永恩过来怎么办？感谢你的服务。你的终点将至。两个在中，一个在上，下路如果出来两个人，我们应该不太怕。为了生命，你就快死了。我吸他，吸他。你我同死兄弟。哎呦啊，居然打我的小蓝莲汉。你给我回头来，你回头，你别我遇着你啊，你别我遇着你。上小蓝莲汉，给我咬他。我将操办你的仪式。这些岛屿曾是天堂，而现在常是牢笼。在你应在的地方安息吧。你们不管我，我可下路推了。再来座坟墓如何？漂亮。我们下路直接上高地。完了，这波我们应该是没了。记，死光了。来个夜刃之风，还行吧，下路被我们给推没了。小的不能先走，遇到人自己能飞。那么请问我问你一下，如果我在推线的时候我不招那小的干哈？我的坟头在这儿，我推线推到这儿，我完事我一人家，然后这坟头从这里头直接跑出来呗，你是这意思不？出个黑切，最后我们的时代还没有到。我必须挖下去，岛屿会记住的。他们从土中，那有坟能推线就先推线呗。招小鬼推线又不是说非得要杀人。别推了，那我打四还有点推。这我得上高地了。
这蛤蜊挺不怕死的，我发现呐，啊，这么猛吗？不稀的，小蓝脸，我哐，我给你个扁铲，不我打。我咬他，小蓝脸汉，扒了个巴子的，给你们狠的，跟我打。不稀的，有没有坟头？打大龙，打小龙，这不都行吗？真能追呀、啊！全白给了，希望大龙别丢吧。但我估计够呛了，大龙肯定是没了。终有一天，出个重伤啊。不用重伤，我没有隔着出重伤，我只能出黑切了。我的教派，我既是第一，也是唯一。再来座坟墓，如何？我们现在去上楼带守下塔吧。我不是暴君，这些灵魂的行动全凭他们自己的意志。还打啥呀，守下塔吧，守塔吧，团个屁呀，人家有大龙 buff，守塔呀！曾经称这些岛屿为不死群岛。走吧！他们不死。加入我，兄弟。破败的王者，别往人野区钻了，你咋那么喜欢找人打呢？等会儿打能死着不？咬的表蓝脸汉，别打了，给你框一手。加入他们吗？黑切多少钱呢？那中路线不守一下子吗？哎呀，我靠！哎，好能扭，直接给一个得了，咬的。看看那位少女，她去找你了。这里。死了！幽魂诅咒，我用了它。这是不要的。谁下当了？
呀，没一招，哪来个哈子给我框的？推，我有小蓝脸汉，我框你，你给我死！你只能等死，小蓝脸汉，漂亮，咬的，拿下。还带 BGM 的，行不行？